针对教育、法律、经济与文化等领域分享看法。其中，张海杰认为，新移民要成功就必须更努力。我觉得在新加坡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只要你肯做，我觉得绝对有机会，真的绝对有机会。他不是说你要靠什么样的关系，我们祖国内地来的朋友大家一定知道，说有些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哈，你是谁的人呢、啊、你有没有什么背景啊，什么什么什么非常重要。可是我觉得在新加坡真的不存在这一点，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你新移民的确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去争取你的职位，去争取你所有的东西。